然后好，那这场就要开始喽。那这场的讲者是那个 Jeffrey Lin，然后他的题目是 topic 是用积木打造游戏。那让我们掌声欢迎他。好，谢。在几年之前，麻省理工学院就是 MIT，他们开发了一个，他们有一个叫做 Lifelong Kindergarten，就是一个媒体实验室。然后他们常常就是开发一些只用一些类似积木的东西，那就可以写出一个程式来，像这个 Scratch。然后，他们后来又开发了一个写 Android App 的，一样都是用拖拉的方法在做编写的。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那这个东西一般电脑一般买到，例如说 Mac 啊，或者是任何的 Windows 的电脑，一般都不会付啊。那这边我们要先下载，那基本上在网络上都搜寻得到，就打个那个 Scratch，它叫做 Scratch，那下载完之后，对，它的那个它的 logo 就是上面的那只猫，所以一下载完之后，它会，它会，哦，这个是它的一下载出每次开启的画面，那中间那只猫其实可以把它直接做删除，就不必理他嘛，西，他就只是一个预设的角色。那如果只是想单纯的做练习，或者是做任何的测试的话，其实可以用那只猫就比较方便，就让它直接，例如说一直疯狂的撞墙啦，或者是让它一直在运动场上跑步，然后让它累死也没关系。那，OK，好，然后再我们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东西是积木，那它有大概八种，它的积木有分成八种，有动作，也就是说你可以让这个角色做什么动作啊，然后控制的部分就是因为一般我们的软体，它是点进去就开始执行。那这个 Scratch 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右上角有一个绿色的小旗子，这个绿色小旗子，也就是说，点进来要让程式开始执行的时候，要先按一下绿色的小旗子。那先介绍一个第一个。控制，那所有的角色在动作之前都一定要先被点一下绿色的旗子才会开始动作。好，那我们先随便放，它有一个特别功能，就是令人惊喜的角色五，例如说像这一次它就出来了一个小女孩，那我们让她控制，当这个绿色旗子被点下的时候，那它接下还有一个功能是，它可以动作，例如说它可以移动10步，它就会开始慢慢的移动。那如果觉得不够快的话，还可以用让，基本上它是一个坐标轴。那它的原点在它整个游戏画面的正中央。那基本上，它就会开始慢慢的滑动，
然后，那再讲下一个是声音。它这套软体很特别的，就是说，它其实可以自己，它可以自己创造，例如说鼓声、吉他或者是各种的乐器。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鼓声。一样，我们先让它在控制，先被点一下之后，让它弹，让它播放一个鼓声，例如说一个小鼓。怎么声音？没关系，基本上如果有接到声音的话，我看一下哦，没开。在声音之后，它就会开始播放。然后，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运算。它的那个刚才在我们动作里面有一些框框，那一般它都是一个方块，下面有一个角，就跟拼图的那个角要对到类似的东西。好，那它一样有，那每一个角，或者是它的一个形状，只能填在那一个种类的框框里。那我们今天为了方便，我们就直接进行我们的 live demo。那我们今天 live demo。做一个倒数计时器。那我先把，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5秒钟的倒数计时。那我们需要用到的，因为它这个软体里内有很多内建的角色，那里面有例如说数位时钟，那我们就做5秒。我们需要的数字是五。四、三、二跟一。当然，零也可以啊。那我们先写五的程式。当这个方框被点一下之后呢，开始就先。我们先让它显示，那显示的有一个叫做外观，让它显示。那它再点一下之后显示，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让它点一下之后做隐藏，先让它隐藏。那还有一个特别功能就是可以不必一直写程式，就可以你写完一个。其他东西也要用，那你就拖过去，把它这样拖过去，就跟一般我们的复制贴上差不多意思。那它显示之后呢，我们让它等待1秒钟，做一个倒数计时，然后让它广播。也就是说，叫下一个该出场的角色，也就是四，来动作。那当这个四这个角色接收到四，也就是说轮他该出场这个广播的时候，让它显示。那当然，这个四当然不可能在倒数计时太久，所以让这个四。让它等待1秒钟，然后再进行隐藏，然后在隐藏的时候顺便广播叫下一个该出场的角色，让它出现。那我们刚刚一样复制的，当它接收到。三，也就是
轮他要出场的广播的时候呢，他一样再出来跟刚才的四角色做同样的动作完，然后让他广播下一个，然后一样我们把这个动作重复个几次。重复几次之后，他广播一，那一也会有这个程式。当他接收到一的时候，让他广播零，也就是该结束的。那像他这个当这一套，当这个零这个角色出现零的时候呢？让他等待一秒。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特别的东西，是让他说话。那我们让他说个 Happy New Year 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来开始测试看看。四。那这里我刚五，在广播完之后，它的隐藏并没有跑出来。那我们让它隐藏，再试一次。五、四、三、二、一、零，Happy New Year！好，谢谢。那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出来发问。好。